然不是中，姑母就不认得了么？哦，果然是室中之儿。哎呀，几年不见，我娃认不出来了。来来来，里面讲话。 侄儿，请坐。有座。啊，侄儿，你哪里来的这身荣耀啊？侄儿官拜坛州太守，今日赴任，路过此地。 特地前来探望姑母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啊，姑母看什么哇？既是臣官传到此，为何不将我那侄媳妇一同请到馆中？ 至上几日再走啊！你那侄媳妇么？哎，她已然亡故3年了。怎么，我那侄媳妇她跨河西去了？真是。 真是红颜多薄命呐！啊，侄儿，有道是男儿无妻心无知，你就该再蓄取一发。只是吾有称心如意之人，吾有称心如意。 看来是有缘的了。啊，姑母，什么有缘？侄儿有所不知，本城有一少妇，名唤谭继儿，乃学士李希言之妻。 不想，李学士在3年前亡故了，抛下他一人，少年寡居，甚是可怜。本城有过杨衙内，乃太尉杨戬之子，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也曾托人向谭继儿求亲。 那谭继儿为避狂徒，搬到我这馆中居住。此人聪明机智，才貌双全。你若得他为妻，真是缘分不浅。你二人，一个未曾许娶，一个不曾再嫁。 岂不是有缘么？听姑母之言，这一女子倒是天仙化人了，可算得天仙化人的了。啊，侄儿，如今她正在后面替我抄写经卷，你可先到那厢躲避一事。 待我将他擒捞出来，你一看嘛，就明白了。果若如此，就请姑母代为提亲。侄儿若与淑女为配，终身不忘大恩也。好，稍时我先用言语试探于他，他若应允嘛。 我就咳嗽一声，你便出来与他相见，这亲事嘛，就算成了啊。既然如此，就请姑母代为撮合，侄儿到那旁恭候佳音。啊，侄儿，我若是不可送，你可千万不要吃来呀！侄儿今计就是，快去。 啊，薛氏夫人，不要歇了，快进吃来吧。师傅，方才何人到此？乃是锦香的师侄，他依然走去，此时无人，快进吃来吧。 来了！称你夫人了，这便才是。请坐，师傅，请坐。啊，吉儿，师傅，有劳你。 每日替我抄写经卷，我心中时时的不安呐。师父啊！那李学士归天之后，抛下你一人，甚是可怜。 那李学士倒也一表人才，况且他也是官宦人家子弟哟。哦，怎么是官宦人家子弟？是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 是那一拳掌势我不做的杨衙内，追我至在此事，托师傅前来提亲，我是不能从命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来打搅了，我告辞了。学士夫人。你怎么吃来了啊？不咳嗽，我也难不吃来呀。哪个叫你吃来呀？师傅，此谓是……乃是我侄儿博士中。 现任潭州太守，小生博士中，方才鼓舞为媒，孟夫人云下亲事，朕乃三生有幸。坏了啊！什么坏了啊？我吃下的斋饭嘛，怕是烧坏了。你们在此稍坐，我去酒来。啊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 烦你陪伴我的侄儿，我去就来哟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 说是夫人，小生的姑母与夫人是命，小生愿与夫人结为姻眷，倘有二意，愿名是桃心。人潭舟太少，只因亡妻去世三载。孟姑母为媒，我与学士夫人谈及儿，永定8年治好。日后我若复兴，天诛地灭。 怎么，我那姑母不曾提过此事么？哎，我真正的荒唐，该死啊，该死！啊，夫人，小生赤也无状，请夫人莫怪，夫人莫怪。 是哪里失去？望夫人宽恕，小生感激不尽。想这婚姻大事，岂能勉强？既然夫人不允，小生我失陪了。且慢，我见君家至诚有礼，愿口战一决，赠君亦不负今日之奉。夫人不见责于我，反而赠以家具，小生自当领教。 轻寄落花，随风冉冉到天涯。君能识破缝隙句，去赴丹桂买酒家。哎呀，妙啊！好过绝妙的藏头诗。 横头四字，乃是愿随君去。啊，夫人，此话当真呐、啊？是真便真，是假便假。夫人如此多情，小生要何诗一首？愿闻。 当路诸女艳如花，不负卿心遭天涯。负却今朝画地用，情绪令我尚无家。好过当不负卿，但愿。 心口日益，不负不守之约。夫人不信，我再来明示。哎，你又来了。哎呀，夫人大事不好了！ 是惊慌，实在我徒儿在馆前提水，远远望见杨衙奴儿带领许多家丁备油叫马，直奔小馆而来。此次啊，竟有追踪至此，等他到来，我与他一死相。 哎呀，夫人呐！那杨衙内依仗他府势力无恶不作，府下家丁也仗势欺人。他此番到此，定为夫人而来。倘若与他相见，岂不羊入虎口？还是躲避躲避才是啊！这不，夫人呐！ 适才听二位演讲，我已会意八九。夫人在此，难免要生祸端。既然夫人云下亲事，小生的官船停在江边，就请夫人与小生一同登召夫人，两那子也无尽奈呀！嚯！ 此计甚好，一下如火，一下如火嘛！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。姑母恩情，永当厚报。自家古日何出此言？你二人带领侍童，速从后门而驰，直奔江边登召去吧。真的是。 夫人登召莫迟也，休叫那这祖官船狂徒来到清安观，请召好了。待我关了关门。哎，走了。外面哪个叫门？杨衙内到了。杨衙内是哪一个哇？就是当朝太尉杨戬的公子，这你都不知道吗？快点开门！怎么这么慢慢腾腾打进去？是。我一开门。知衙内到此有失原因，当面是罪。罢了，衙内，你请坐。啊，衙内，想这青昂观乃是亲近之地，你带领许多家丁。到此何事啊？我迎亲来了。取笑了？谁给你取笑？我有个先定未娶之妾，名叫谭继儿，听说住在你这观中，所以我抬亲来了。我倒是哪一个？原来是谭继儿啊！我这谭继儿乃学士李希言之妻，怎么不曾听说他是你衙内先定未娶的妾小年？啊！你呀，少废话，赶紧把他叫出来，迎接大爷我。对，迎接我们衙内。那谭继儿有他自己的支持，你哪那么多说的呀？他又不曾持家，废话，怎会在我的观中啊？哎，衙内，别生气啊，我问问他。老大姑，过来，我亲眼看见谭继儿在这儿给你抄写经卷，你怎么说他不在呢？啊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说，少跟他废话，给我搜。是，搜。衙内，没有啊，哦。哎，衙内，您还得问问他呀。老大姑，你把谭继儿藏在哪儿了？告诉我，大爷有赏。你要是隐藏不见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你们。一定要找那谭继儿啊！可惜你来迟了。怎么来迟了？他走了。他上哪儿了？随她丈夫上任去了。她是个寡妇，哪来的丈夫啊？你听哪！你说吧，你汴梁博士中。可尝贤才能，新任潭州府奉诏敕地进，二人情意重，相见日重逢，良缘似天定，观州花枝红。你呀，死了这条心吧！好你个大胆的白世忠！我惦记谭继儿不是一天半天了，尚未到手。怎么着？你来了就把他给抢走了吗？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里拔牙呀！张千里外有吩咐人以驾舟追赶，把他们俩给我抓回来。是。衙内，想那白世忠乃是朝廷的命官，小的们就是追上也把他怎么着不了。您呐，还是另想主意吧。朝廷命官，哼。 官高自有官在上，要是不给他点厉害，他也不知道我杨衙内是怎么个人物。有嘞，明日进京面见我父，就说那白世忠四处扬言要除奸臣杨戬，我父闻之是必然大怒。到那个时候，白世忠啊，白世忠，管教你这潭州太守是命丧我手。 好，好主意！回府，回府。老大姑。 等我整治完了白世忠那小子，把谭继儿弄到手，再跟你算账。你呀，你接着我的梦，你等着吧，你接着吧。哎呀，不好！实指望用我侄儿的官职将他吓走。 不想他要进京面见他父，倘若搬弄是非，摸那侄儿侄媳妇，岂不要受害么？哎呀，这，哎，苍天保佑！但愿我那侄儿侄媳妇免遭恶人陷害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沉香。 无量佛。显路远，是己恨，那马吃。俺李龙奉了李老相爷之命，去往潭州八太守那里下书看门。前面已是潭州地界，就此马上加鞭。 此一时伏牙，大爷俺最能忍。哎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呀？这是府衙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俺有紧急公文要面见大人。哎哎哎，说不成就不成。你要见我们大人，他也得通禀一声啊。再者说了，我们大人已经批了一夜的公文，你也得让他歇会儿，你也得让他歇。 我接了我，哎，你这人在此宣传。这个人要见您，不容通禀，他就闯进来了。参见大人，你不是李丞相府中的校尉李龙么？真是小人，不在京城伺候丞相，来到潭州做甚？这个，你且退下。是。随我去治施法。是。 有何机密大事？这里有李老丞相世袭已封，大人请看。待我看来，始终嫌弃清策，太尉杨戬之子杨衙内，狼狈为奸，狂奏圣上。 略微嫌弃，贪恋酒色，不理民情，以致怨声四起，怨声载道。身上不差虚实笼心震怒，以清明杨衙内奉旨来人，即刻捉拿闲置，就地正法。好酒大枣，这次做事。我还不到后堂歇息呀？这下官在此心烦意乱，恐引起夫人不快，故而退堂之后独坐在此。哎，今乃八月中秋，梨荫欢落，为何烦闷起来了？这夫人不问也罢。哦，莫非为失信之事么？我看见了，不过是奉平安家事，夫人不要挂怀。是什么平安家事？分明你家定有其事，追你在外，另娶新妻，携信前来问罪，是也不是？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原配夫人，夫人你不要难为下官了。你巧言分辨，也是枉然。夫人不信，拿去看来。好，待我看来。还是不看的好。今日进退难，当初何必把我瞒？既是夫人失信至此，事恐难两周全。夫人不必气一团，修琴造衣，断酒弦，皆因暗示。即时间，不知红梅香清甜。的官船已离此处不远，今晚就在望江亭停泊，明日就到潭州。难道你我夫妻就这样坐以待毙不成？时候了，51个。这就好了。夫妻就要分离，还是什么好啊？相公啊！今晚扮作渔夫模样，去到望江亭，探探这子的动静。倘遇机会，莫见。定教此责，空来一趟，束手待擒。哎呀，不妥呀，不妥！怎么？想那则诡计多端，你若到那里，恐被他人识破，岂不养儿糊口，还是另想良策才好。事到如今，哪有许多良策？速备小轿一乘，将我送到望江亭外下轿，再备小船一只，藏在芦苇之中，三更时分，以击掌为号，将我接回。哎呀，我还时放心不下。哎，你但放宽心，我会见机行事，我去尽意，你呀，快去吩咐他们。衙内已经来到潭州地界，前面就是望江亭了。吩咐蒋传龙按呐！蒋传龙按呐！ 有请衙内，衙内请。哎呦，衙内，您留点神呐！ 望江亭真不愧是名胜古迹呀！是啊，来往的官员都要在这儿饮酒赏月呢。哟，衙内，您乐什么呀？乐什么？今天我是钦差大人，明天就是潭州的太守，那美貌的谭继儿就是我的夫人了。 我怎么能不乐呢？啊，该乐，该乐！叫白世忠那小子多活一宿。对，叫他多活一宿。衙内，请。千里万伺候衙内，胡说！今天我是钦差大人，明天就是潭州的太守，你们要称呼我大人呢，怎么还这么衙内衙内的叫起来没完了？哎，不是，我们叫衙内，叫顺了嘴儿了，一时啊不好改口。对，混账！好改也得改，不好改也得改。 往后再这么衙内的，每人重责40。是衙。大人，衙大人，我还得嘴大人呢。是嘴大人，混账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，您消气儿，您消气儿。大人请坐，大人，我先给您满上一杯酒。大人请，哎，大人请。哎，哟，大人，刚才您还乐呢，这会儿怎么叹起气来了？今天是中秋佳节，要是有几个美貌的女子陪着我，那该多好！ 老爷多咱一个人喝过这闷酒啊！哎，是，大人，您瞧，天儿这么晚了，又是江边上，我上哪儿给您找那绝色的女子去呀？得了，来，我呀还是给您倒上一杯酒，您呐还是饮酒赏月观江景吧。也只好如此了。 哎，张谦有，老爷在此饮酒赏月，江上这些渔船，把他们都给我轰走！哎，是，我这就去轰，啊！嗨，江上的渔船听着，我们钦差大人在这儿饮酒赏月，把船呐都拨到下游去。 哎，拨走！还说你呢，瞧他干什么呀？哎，大人，都轰走了，您喝酒吧。挣钱啊？有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什么呀？哪儿来的这个女子声音呢？哎，听见了，快瞧瞧去！哎，我瞧瞧！卖鱼！哎，大人啊，是个卖鱼的女子，怎么着？是个卖鱼的女子？是啊，嘿嘿，你说啊。 真有送上门的鲜花儿啊！有谁说不是呢？快把他给我叫上来！哎，是。哟，好漂亮的于大姐儿啊！哎，我们钦差大人在这儿饮酒赏月，你这儿嚷什么呢？请问管家。 上面坐的是杨衙内杨大人吗？不错，正是我们大人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有官船在这儿，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嗯，你的造化不小，大人要见你，小心去见。是啦，随我来。上世纪见大。 叫他抬起头来，让我们大人瞧瞧。哎呦呦，大人！见渔夫好貌相，真正可爱。好一四月嫦娥，她下了天呐。 叫他起来！是啦。哎，我瞧你怪眼熟的，你是？我是张二嫂啊，张二顺是我们当家的，您常买我们的鱼，您就都忘了吗？张二嫂，哎。 大人啊，您想想啊，哎，有个张二嫂啊，哎，不错，有个张二嫂，哎，有个张二嫂，你怎么来到这潭州地界了？我们打鱼的四海为家，各处漂流，故而啊，到这儿来了。说的倒是有理啊。 有理！那黑更半夜的，你怎么跑这儿卖鱼来了？今儿个我们打了一条金色鲤鱼，听说大人来到望江亭，特地送来，请您下酒。哼，我正发愁没有下酒的菜，你就给我送条鱼来。 这可真是锦上添花儿啊！张谦，有，把这条鱼拿到船上，让他们做得了。老爷，我好下酒。是。哎，慢着，还是我去做去得了。船上有上等的厨师，让他们做就成了。还是我去吧。哎，别弄脏了大姐这一双玉手。 拿去，是。我说张二嫂，你愿意陪着我饮酒？赏月吧？哟，什么叫赏月呀？就是看着月亮喝酒。好吧。你吧，有给张二嫂看座。是。哎，慢着。 大人在这儿哪有我们的座儿啊？别客气，坐下好说话啊！谢谢您。别谢，坐下吧啊！去！看酒去。哎，是。我说张二嫂，你这条鱼卖多少钱呢？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是送给您的，不要钱。怎么着？送给我的不要钱？如此说来，你倒是个多情的人啊！哎，来，我给你满上一杯酒啊！哎呦，这可不敢当，还是我给您斟酒吧。怎么着？你给我斟酒？好。大人，哎，您远道而来，多受风霜，这杯酒给您洗尘。哦。给我洗尘，好，那我喝着啊！哎，干！大人，今儿个是8月中秋，愿您花好月圆，人长寿。哎，好一个花好月圆，人长寿！鱼到，酒到。是。哎，张二嫂，咱们干一杯啊！有张二嫂这儿陪着我呢，用不着你们了。去吧，叫你们再来。哎，大人，您有亡命在身，这酒您要少喝呀！这酒还能把亡命冲跑了？去，叫你们再来！是，快！大人，快过来喝酒吧！哎，来喽！瞧着点儿，盯着点儿。看什么呢？哎呦，踩我脚了！我没瞧见，快走！哎，张二嫂，来，咱们干了这杯啊！大人，咱们可真是异乡逢知己呀！哎，好个异乡逢知己！酒多闷呐，那咱们怎么喝呢？我听人说您作诗做得好着的呢。啊，这儿有笔砚，我给您研墨，您做首诗得了。哦，你研墨，我做诗，成吗？成。哎呀，这喝酒还要作诗，这不叫我当场出丑吗？作诗我拿什么为题呀？大人，拿月亮为题成不成啊？拿月亮为题成吗？成。哎呀，拿月亮为题我可怎么提呀？哎，有嘞，在勾栏院那些姐妹常唱的小曲儿，我还记得几句呢。对，我就写那几句。大人啊，快过来作诗吧！哎，来喽！我说张二嫂，你不单有貌，而且还有才，快作诗吧！哎，好。怎么写呢？我写什么呀？哎，今天遇见张二嫂，给我送条大鱼来。哎呦，可真好哦！好啊，我汗都下来了。大人，啊、您这诗做得这么好，我还得再敬您3大杯。敬我3大杯。 好，那我喝，我喝着啊。看，大人，啊、您可真是好酒量啊！夸奖了，夸奖了。大人，啊、您这诗送给我成不成啊？怎么着？ 这首诗送给你，成吗？成，拿去吧。谢谢您。甭谢了，拿去吧。哎，张二嫂，拿你这么漂亮的人，怎么会嫁给一卖鱼的呢？你要是愿意，我收你做3。大人，您还要买3斤鱼呀？ 我要那么些鱼干什么呀？我算什么呀？我收你做3房夫人。大人，我有丈夫啊。那怕什么呀？老爷我有钱，要有势力。明儿个多给他点银子钱，叫他写张退婚文约，不就是成了吗？那能成吗？不要紧的。 我给他写个字据，您还给我写个字据？那您快点写吧。哎，我给你写啊。走，拿去吧。这回就好了。明儿个他一瞧见这4句，乖乖的把你给我。那是一定的。我说张二嫂。 那花好月圆，今晚上别走了，住我船上得了。大人，那可不成啊！那有什么呀？那可不成啊！二嫂，大人，这哪儿？大人，在这儿呢。哎，张二嫂，张二人。凭什么？我凭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圣旨。哦，这就是圣旨啊！嘿，你没瞧见过吧？没瞧见过。我不但有圣旨，我还有宝剑呢。还有宝剑呢？嘿，我拿给你瞧瞧啊。 哎，张二嫂，你瞧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尚方宝剑，这就是尚方宝剑呐！先斩后奏，快着呢吧？感情这拉上就是一大口子，快收起来吧！哎，大人，您这圣旨宝剑都是打哪儿来的呀？ 那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明儿个杀了白世忠那小子，叫我爸爸给他定个罪名，这就叫先斩后奏。这你知道了吧？ 宝剑果然有文章，若非今朝明真相，夫妻难免。银Yeah. 走着走着走着。哎，我说伙计啊，哎，干什么去？天儿啊，不早了啊，该请大人回船了。嗨，他这会儿啊，准喝酒呢。 叫他，他也不回去呀。那咱瞧瞧，瞧瞧，哎，瞧瞧，瞧瞧，哎，瞧瞧。大人，天不早了，您该回船歇着去了。他不回去，不回去，不回去。您还要喝酒啊？他还要喝酒。我再奉陪您喝三大杯。 还要啊，三大杯，大人真是好酒量啊！哎，喝咱的去。内地动静如何？那洋衙内带领许多校尉直奔府衙而来，直奔府衙而来。夫儿上来。哦，遵命。人一们，将府衙团围治者。好。 潭州太守白世忠来见，白世忠来见，卑职在，给他绑了。是，起来。卑职身犯何罪？你好酒贪杯，不理民情，荒诞政务，勒索民财，以致怨声载道。圣上命本官将你缉获正法。有何为凭？圣旨，卑职要恭请上恩于。 跪听宣读，久跪多时。月儿弯楼台。哎，错了，错了，宝剑，宝剑，宝剑！白世忠，圣旨现在船舱里面，取之不及。我有尚方宝剑，你抬头观看。来是把小小的钢刀。哎，宝剑，宝刀，宝剑哪去？宝剑哪去？我方狂徒竟敢假冒钦差！ 山塔！怎么样？狂徒还不下跪！我乃钦差大人，岂肯跪你？你假冒钦差，目无王法，老子杀！要重责死士！啊！我瞧你们谁敢打！哎！大人，大人，活人，我乃杨太玉的儿子杨衙内。身后活人，仆人张千里万，将他等押了下去。哎，大人，我们不能陪着您了啊！我们不能陪着您了。你为何假冒钦差，污蔑荒唐太守，从事招来绵东大？ 我没什么可招的，来哟，大刑伺候。哎，厅堂里吓得我心惊胆战，头发云烟发黑，缩成一团。 但假冒钦差，还在沿途之上胡作非为，你可知罪？我罪犯何处呢？有一妇人告你在望江亭上强行无礼，只有你亲笔写于丈二嫂的字据，你还敢抵赖吗？大人，调戏民女是我的不对，丈二嫂盗取我的圣旨宝剑，您可得追查呀！想那妇人。 乃是大越之人，他要宝剑甚至何用？分明是你强词拒供，不动大刑，量力不招来，有下滚伺候！大人，我招！将你因祸来到坦昭之事，从实招来。大人听了，跪在了大堂前。 老爷听根源，只为谈继儿，跟你结仇冤。进京见我父，定下巧机关，造了假圣旨，我带来上方剑，要杀你白太守，我便上了船，望江亭赏月，渔夫貌似仙，酒后动邪念，我跟他定姻缘，丢了圣旨上方剑，我是一切全玩完。 叫他画供是。哦，画供，供召42。有请夫人吃堂。有请夫人吃堂。象牙内依然招人，现在堂口，夫人请看。哎，你不是张？你表信口雌黄。 象牙内呀，狗色子。 想你也有今日也。哎呦，我上了当喽！进京，求得李老恩师奏明圣上，谢学冤枉。言得有理，正是。从来松柏乃岁寒，花纤为衣度难关。满天愁云尽消散，妇人神志赛天仙。